这是中国住了没几家吃破啥？原来多，现在都搬下去了。这也还不少了，五十不少了还。啊。五十不少了，这个也还是。就在高克料破啥？现在住几家？原先就一家，这是一家。两家。嗯。好。我头一家。三家了。哦。嗯。都搬下去了，以前咱们都在这上面住着。哦，都在。嗯。都过年了。最早接触是不是都在这高处？哎，有地处了，有高处。这下面是不是就一个河道？哦，这是原先是河。又水吗？有，就往这，我也下了雨发。啊，下雨发，水大吧？哦，也可大了。哦，可大了。就是水发到这个放后头了。啊，就是水发到这个放后头了。嗯。这俩户人都岁数大了是吧？嗯。嗯。岁数大了。啊。这个还多这个这这事儿，也在这儿小干活了，这在这都两三个月了。啊，走了。嗯。也不。快还回来了。哦。俺下坡了。这他去哪了？他你说这电打？嗯，这里头。那这吃完蛋了了？要了。哦。嗯。又多大岁数？他今年这岁了，今年也。 哦，那也自个儿跌打。嗯。啊，不巧吧？你说他是桥盖子真挺巧。桥也不算个太巧的厉害。哦，稍微巧一点点。哦，桥是挺巧，他桥了他都走不了了。哦。哦，就是稍微有点不太紧密。哦。他能让他回来吧？出来。能。啊，能让他。嗯，生意知道。啊，生意知道。嗯。 就是稍微带点儿，嗯，哦，咱这么说带点儿货，就是说栽种的，就是，哦，嗯。